早安。呵呵呵，晚安。盼盼哦，发射？欸，不对，加马克早安，哎，这个时间看到你好稀奇哦，哎，早安早安，没睡出门好嗨哦，哎，重点是我是24，哎，我48小时没，我昨天到回到家的时候刚好48小时没睡，那重点是我昨天走一走，我的右脚拇指破皮了，啊对，走到破皮。我不知道，哎，可能鞋子的问题啦，因为我发现我每次用穿那个鞋子都会破皮，欸，只是，欸，都会痛，但是第一次走到破皮，脚还好吗？有擦药，有贴 OK 绷了。有人记得我前天玩到哪里吗？昨天晚上想开台的，小雨他们不是有那个玩那个吗？躲猫猫什么的。我本来想说，我到家了，我因为我说，哎，我提早到家，想说如果我撑得到8点的话，我跟他们玩。结果我7点就睡着了。我今天好像睡了12小时吧。鞋子不合脚。那你知道我那个鞋子穿多久吗？那个鞋子穿了，其实我不常出门啊，我那个鞋子穿了8年了，该换的干，是该换的啦，不要摇啦，别气。多多安安啊，不要觉得恶心啊，因为我一年穿那个鞋子不到10次吧，就只有跟别人出去或出远门才会穿，平时都穿拖鞋，也太久了吧。欸，之前我去一家就是常去的鞋店买东西，就是那种便宜的鞋店，然后那时候老板跟我讲说，欸，你这穿多久了啊？我说，哎，欸，我前一个鞋子啊，我说6年了吧，我说怎么了，然后我就跟老板说还有卖吗？哎，欸，我应该说我就跟老板说，哎，欸，我老板我找不到这个鞋子在哪边，然后老板看了我鞋子说，你这穿几年了？我说好像6年了吧，他说因为我们这个鞋子已经4年没卖了，我们这个鞋子4年没卖了哦。没错，我们4年没卖这个鞋子了。妮妮默默安安，拖到睡觉。我这6年上班上课都没用到闹钟，太强了吧？没有，主要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啊，能真的不换就是不换，对，绝版鞋子，因为那鞋子真的。很应该说很耐穿又很好穿，重点是他不用绑鞋带，他不用绑鞋带。
可以早日换一点嘛，对啊，啊，有啦，有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刚好像说错了，我健身会穿那一双啊，所以应该超过很多次了。可是我健身穿那个不是跑步啊，都是到定点穿着，也没有动到脚。对他那个鞋子设计起来很像是绑鞋带的，外观超级像的。结果你只要把鞋子穿进去就好，他完全不用鞋带，那个超好的哎、欸。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找那个啦？该死的！我们要找那个什么六代什么鱼，是不是？我忘了印象了、欸。咻！啊！青蛙早安。制造一个合脚鞋子，以后都不用试穿，直接买。不是，那种试鞋子的行为，我真的也是很怕，因为试鞋子一定要先穿到确定是适合你的脚型，还是脚才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试的过程中，你等于是把脚穿过很多。很多鞋子，不然下一个人会穿过你穿过的鞋子那样的感觉。可是我就是，也不是洁癖啦，只是想说我不想要因为我的脚害其他人脚不舒服。你上次还没来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应该又中暑了，因为我发现我这两天没有排什么汗啊，昨天有啦，昨天大排汗，但是我到家之后就没有再排汗，就是我家明明很热，但是我流不出汗，还是因为我家不够热，没道理啊！啊看，好啦，给你咬啦。早安，搞炸你！然后我的账号还没回来，我的账号还没回来。哦，赖赖赖！嘴巴那么开干什么？我之前在鞋家服直接买就走不穿，哎、欸，那还不错啊。我昨天在逛淡水老街的时候，我本来要买一些很白痴的东西，比如。那个巴布巴布的那个喇叭啊，或是那个拔敲锣那个拔，我本来要买的，结果被跟我逛街的人一副嫌弃的眼光看着我说：“你可以成熟一点吗？”我说：“看我开台用，干你屁事啊！”然后昨天是跟我一个香港 mod， 因为他大老远来台湾嘛，就陪他逛一下。有他一副厌恶的眼光，看着垃圾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说干你屁事啊！人家订阅我，我给他个把布的声音不行吗？虽然有点吵，不是有点吵，虽然会很吵。
好像是他会讲的话。对啊，就是他会讲的话。你可以拿镜子照他，然后说看乐视眼光看自己。不会啦，我不会这样对人，我只会这样对番茄啦。啊，对番茄这种，你看，要是我这样对他，他万一那万一不跟我当朋友了怎么办？七八年的感情了、欸，有应该说友情呢，也是感情，所以他看了垃圾七八年。爱查德安安。哎，也不是这一只啊，这是什么？威灵。这只也不是啊，黄黄的，就过了。会生蚂蚁啦，不要。你是泡了、哦。这只吧，哎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给我啊，那个不要。等一下哦，突然送早餐，其实我吃过早餐了。我怎么受伤的？逛街逛到脚受伤，太久没出门了。嗯嗯。嗯嗯。没事，逛街逛到脚受伤。好像不是哥哥啊，牙医只能让人生，牙医只能星期五挂，多早日康复。我就是少走路就好了，没有，现在就走路，我的右脚拇指是比个蛋的姿势在走路，没事啊。只是再七天，我要再出一次门。真的没看见呢、欸。不过没事啊，这没事啊。哦哦，就是你，哪里早上让人生啊？你看，我就说长得很像尾鱼还是什么的吧，它长得太像那个了，那种小小小小只的鱼，也不是这只啊，
七天脚应该好差不多吧？不确定耶，又不是很确定啊。嗯？雪莉早安，你知道我昨天看黑泽的 FB 吗？我以为时光机任务又更新了，结果跑到现场去等，想说到底是跟谁拍到什么的，结果等着想说啊，再看一下到底在哪边，就才看到啊那个8月14号。我昨天在那边等了十分钟，哎，要不我载你，你要载我去哪里？靠腰哦，在淡水，你要载我去哪里啊？人家约我到淡水啊，你还是要载我去哪边？不是昨天在等那个机车位的时候，那个。欸，我是30分到，然后机车座位要那个机车的停车格要等嘛，但是真的是太满了，后面一大堆人，于是当时等到50分的时候，多等20分钟，还强制让我们进去嘛。但是进去还是要再找车位，哎。多罗安安，嗯，哎，孙子，呜呼，哟，啊，要引爆的哦。平日这么多，这么多什么？这么多什么？你说这么多人哦？嗯，我也觉得哎。刚聊这种东西聊到这么多，哦，你是说机车位哦？差不多吧，因为假日的话，其实早上8点9点就没有机车位了。然后平日那时候是因为，我觉得啦，是因为暑假到了。哎，不是，我那时候找那个车位哦，又多找了十分钟，真的找不到。于是我就是靠着台湾人的精神，挪人家的车子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车子那位置空间实在太浪费了。重点是没有立冬柱哦，停在人家捷运站的停车格没有立冬柱。真的是好气哦！哎，那个斗阵的那个。零度叛乱什么时候出啊？8月14吗？
就自然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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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嗯。你啊，根本就看不见啊，太稀有了吧？那是啥 ？PVE 啊，斗阵 PVE。看那是啥？你跟我讲那是啥？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讲啥小？超越手表啊 ，PVE 模式。额外付费的那个啊，那时候说是暑假会出，结果呢，暑假快结束了才出。小拇指踢到桌角或椅角，哎，我其实不会痛，哎，我觉得我小拇指是有神经的，但是踢到真的不会痛，也不是说不会痛，是踢到只是啊就好了，就是你踢到之后会很狰狞的，然后靠着桌子椅子的脚。然后，就好了。哎，超过130了，没了没了。刚起床就看到开台幸福了 ，Happy Miu Miu。你是梦幻梦幻还是猫猫？早安早安，这么 Happy 的吗？哎。猫猫，那你知道梦幻也跟你的名字一样吗 ？MEW， 喵，你很久没上斗阵了，不重要啊，我不在乎啊，我不在乎啊。好吧，我不重要。你怎么可以拿你跟别人比？这样比，这样比就不公平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明明知道你会输，对不对？你明明就知道你会输的东西，你还去跟别人比？你这个等于是自己打自己巴掌，叫人家不要打的意思一样啊！校车来了，我先上校车。好，拜拜。对耶，你那个是来自地狱的校车，哎，辛苦了。你不可以啊，拿着皮带或是绳子勒着自己脖子说，刚刚你在，哎，你被勒啊，被怎样啊啊？这个对我很不公平，哎，我明明没干呢。好了啦，阿杰。好了啦 ，biu biu biu， 啊，怎么是这个？拆掉。好啊，你都用安妮的贴图，你勒我啊！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 ！biu 啊，哒吧滴滴啊，哒哒哒，两啊！来一枪，好诶、欸！哦，直接射死哦！哦，满了啦，白痴！我看一下哦，哦，都有。海豚，喝海豚水母。对不起。我等下去放个碗。让家人吧。哎，我们就下去吃早餐。
还泡一杯奶茶上来，然后生蚂蚁。恭喜答案。嘟嘟嘟嘟。得了登革热，哇！你刚才说晚上告诉我们，那个潜入海蓝基地，把机械零件拿出来怎样？海蓝那些半夜在水下用的无人探测器，在黑暗中不会很显眼，大概吧。嗨，浅晴，确定？哦，来了，我要买瑞德。瑞德来了，瑞德，宙斯变。噔噔噔。员工，我买不起600多块钱啊！怎么那么穷？菜单，笑死！氧化料理啊，摆这个好了。确认。哦，看一下哦。200，确定。几份？12份。确定，然后确定管理自动供应，好，就这样子了，开始营业。嘟嘟嘟嘟嘟。太远了！我们要发明回转寿司这个东西啊，自己拿。不许！咚！快点拿，快点拿！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，快！快点，这老板不能跑太远，交给你们，都给你们了。这老板不能走太远。哎，临时新增啊，第二贵的是吧？确认。好哎、欸，确定。啊，我先收个碗，等一下回来。现在都收拾完了，这么黑，真的有什么吗？哈哈，阿嘎哈哈。哇、哦，好黑哦！
但是你的连暗黑摩西岛也能进去了。好，现在前上看，你应该可以看到无人机带活动，小心的跟踪他们，不要被发现了。一定要回到，啊，等我一下，我送个碗。大小啊，跳屁啊，没吧？对了，记得把武器留下来。海岸堂无人机的保存期很严谨的，如果收到武器，立刻报警会讲，要悄悄的拿一个零件出来而已。啊！跳沙小，哦，看来了，这个就是无人机了。干，我只是看个聊天室而已。我叫做不能带武器啊。欸，我连小刀都不能用哦。啊，万一我被河豚咬怎么办？万一那个河豚想咬我怎么办？哦哦哦哦哦，怎么有水母？不要咬啊！快冲啊！好痛苦啊！哦，原来这边是他们基地哦。我想到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胖子，你快死了，胖子！你是受伤哦？你去看医生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医生啊，没有啊，是昨天逛街逛完脚，因为平时走太久，我会发现我的拇指好像特别痛，然后昨天是回到家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又很痛，然后看了一下，摸了一下，发现就是那种伤口有点裂开啊，可能是脚那边有结茧还是什么吧。然后就是茧跟茧之间裂开破掉，可能这样子啦，因为就很明显的那个有裂开的痕。哇，这边是寿司工厂，加工海豚肉。郭猫安安，喵啊，郭喵安安，海蓝团不是保护大蓝团的，又再一次走对，回收科技。
我按什么？把顶层特殊潜水服拿出来，小心不要被事件发现哦。哦。好棒哦！什么意思？哈？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刚起床，要上班，他们加油。我怎么看都像是自己人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这边一定会被看到吧？嗯，对吧？哦，是那个在照，白痴！哦，从这边开始，哎、欸，没那么难嘛、啊。讲这样子的话，嗯。有鬼耶、欸！呜！哎、欸，白痴啊！我刚松开啊 ，NAT， 哎、欸，忘记了，什么主扣？那是主扣。你最好是哦 ，NATSUK 啊！那主对啊，那主啦，什么主扣？我在讲什么？抱歉的，抱歉的。哎呦，怎么会？还有语音辨识吗？呜，太大声是不是？啊噜噜！好烦哦！嘿，嘿。啊，他怎么知道这些是海豚肉啊？我怎么看都怎么不像，还是因为看这个尾鳍？不会，我要关进冰箱里面吧？挖瓜！嗯，没人呢。啊，那叫我吃屁哦！天哪！呜、哦！我也想在床上睡觉。嗯，怎么点？
你怎么有我的照片？他怎么停这个？停不了哎、欸。哦，那一定要最后还可以，看起来很复杂。我是他就先开枪了，跳窗，哇，好酷哎，好帅哦，哇，哇，为什么不开枪？啊！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？话说回来，海蓝团基地把很多鱼加工起来的人造设备，还有看起来像海豚的生物，海蓝团不是主张保护环境的吗？还真是伪善，你想啊？反正今天很晚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明天把这个交给培根博士。啊妈妈妈！噔噔。雷雨，啊！你想我晕啊？昨天太晚回来，连觉都没睡好啊！太用这个萝卜干嘛？啊！我说找到完整的零件了，嗯，真是辛苦。零件在这里哦，这是他的戴夫林，太棒了！约翰潜水服，也能采集板，用十字烤开采矿物了。哇，太棒了吧！估计开到十点吧。而且昨天好笑，昨天是到十点十一点的时候，外面天气都还看不到太阳。就那个干爹一到淡水的时候，晴天霹雳啊，大太阳的。初恋安安。你不在开台吗？你不在打 A 吗？你不是，看一下哦，你是关台的哦。谁准你关台的？再开！你刚刚观看还不错啊，为什么要关？又再开！你上新手二了，我没打 A， 抱歉，你跟我讲这个我不懂。靠腰，对我又偷看，怎样？我又偷偷的看，哈哈。你刚刚是堆尸啊，那些都是尸体是不是？那你要成为一个很合格的死灵法师啊，把那些人叫起来，你要用你的亡灵大军啊。你看很合理吧，上吧亡灵大军。我等一下，我现在头好晕哦，换一个大吼。不，我不想看着我的法力一点点流失掉。怎么会？你是卡卡西吗？卡卡西是因为血轮眼他的阿克拉一直被血轮眼给吸走，
太贵了吧？72,000，不，72,000。你看这个主播眼睛都不行了。然后我有抓到你，明明就有在别台说话。哇，我也只在那台说话哦。你怎样？你不好好开台，还在那边第一台。啊，我是 mod 啊，了不起哦。mod 开台要专心开啊，哪有 mod 在开台在顾台的、啊？那叫古雷开台吧。哎、欸，古雷。开台，两场。干了我，阿四干我，我静静的打宝可梦，怎么有？你打什么宝可梦？哎，什么商店？哎，啊，哎，都不会长大的吗？凤凰无妨。你有看过后台确认吗？什么后台确认？珠子天梯，哎，我真的不喜欢看宝可梦受伤哎、欸，看宝可梦受伤，我真的会很难过哎、欸。哦，等一下，眼睛好痛，紫心瞳啊！哇，你看这个红配绿，哇，你看这些什么鬼东西？哦，看一下哦，诱杀。让人生世界观设定，他们很好战，所以打架打架打架。谁？谁的世界观？不然对战已经被动不了。你说宝可梦、喔、没有啊？也有，就像华丽大赛，他们也这样。之前漫画华丽大赛就是主张不让宝可梦受伤啊，不是拿来对战用的啊，是拿来保护的、啊。你看也是有和平宝可梦吧，也不是什么都爱打架的啊，对吧？这什么小麦？但华丽大殿二回合就是要干架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肯定在华丽大赛海选就下来了。
发现要打架，我就直接不行。增长中。哎，可是这个少两个好，好亏哦，可以中。小麦。哦，促进肥料，提升产量。嗯，营养堆肥提升产量。我会参加表演就好了。我就是那个啊。你没看到我之前打宝可梦，我只要我的宝可梦死掉或是冰死，欸，那应该说冰死啊，我就会独挡开游戏了，我就会独挡重开游戏，白痴吧。确认员工，买员工咯，看一下哦，这个不要买招募，嗯，XYS 等你挑战，会啊，就是反正那个真钻重置后在 Switch 上的啦，反正之后宝可梦我都会玩啊，喂食饲料啊！来，各位，海盐吧，海购盐吧，确定。钱哦，材料，欸，研究料理，完了，有个好消息跟坏消息。好消息是只有一个坏消息啊，坏消息是我家的温度突然涨上来了。料理之心气垫，欸，我这个可不可以再升级啊？不行欸。哦 ，Max，Max， 看一下啊，哦，木枪。哎，不能升级。那我想一下哦。哎咻。嗯。嗯。啊，潜水吗？不要，去海龙宫。打电话给达菲。
我现在在将植入追踪器，现在在获得太大差，除非是获得什么新矿物。戴夫，你好像会进入人员圈，专门看我有材料吧？哎呦，我刚才想说，怎么还不能升武器？又不要说要卖东西给他们哦。不要给是不是？小虎，我打算准备各种矿物，我会卖一个好价钱。如果陆地上有人帮忙的话，应该可以。还有，要是你在海底捡到什么东西，就拿来给我，我会卖一个好价钱。卖你一个好价钱。哇，都是没看过的哎，太好了！你可以在杜瓦的打铁铺买到强化的武器的材料，杜瓦也会用eBay的材料。哇，300耶！福佑安安，昨天有在看你玩潜水服，你又在偷看啊？对，我又在偷看人家玩潜水在对话。不如带着去加工才好。昨天想一下你玩到哪里哦，我只记得看你这边是200多啦，那个氧气量200多，其他就没看了。你到学校了是不是？中华料理对决。比你慢，肯定比我慢的啊！只是我在看，说你是玩到哪而已。你刚刚看错车，那是公车，不是校车。那你也是很会看哦。这只我们去捡，看一下。捡枪，啊操！怎么是强化的啊？完了，一枪射死，我会笑死。应该有来啦，提早来哦，有上车就好啊。不要走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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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 nice nice。我还在搭校车的地方，简单来说你没做到。我想说你跟我讲了一大堆东西，那是不是代表你完美错过了校车？
你跟我讲那么多，跟我讲那么多啊！完美错过了。我打喷嚏喽！我打喷嚏喽！没有没有，感觉又没了。睡眠。嗯，应该不会开到搞烤窑。我同学也一直跟着我提出这个，我叫我搭公车，讲了一堆，对，讲了一堆没用的东西，没搭到就是没搭到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以前在高中，我那个公车，我只要错过一班，下一班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用跑的去学校。哎，应该说那一班错过之后，我搭捷运到我们学校。全程要用跑的，因为刚好那一班搭到的捷运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快迟到的，应该说我们学校迟到是7:30，然后那个捷运到我们学校的站是7:25，哎、欸、没有7:24，然后没错。我只有四分钟的时，我们只有四分钟车跑到那个学校。小小子安安，哎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学生也都反映说没办法，啊，我也想反映啊，可是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我那时候就是在打我很多时候，我觉得最冤枉有一次是我在搭车的时候。我因为我手上拿着那个天灯要用的材料，因为太大了，不是天灯啊，对不起，灯笼要用的材料太大了，搭不了那个公车。然后于是那次搭计程车，那时候其实计程车也差点待不了。于是就是错过那一班之后，就是改搭计程车。那计程车，到的时候我也是迟到了。而是计程车到捷运啊，然后到捷运的时候我也知道了，哎，我都觉得很冤枉哎。那再来是我们学校那时候是迟到，1到5分钟要罚站15分钟，然后5到10分钟要罚站30分，然后5到10分钟哦，然后11到15分钟要罚站1小时。那再來就是迟到半小时的要罚站2小时，是不是很烂？好，古雷拜拜。他说你如果不去罚站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找中午时间或者下那个下放学时间去罚站。反正就是你没罚站的话，你没把时间补回来的话，就是就算你旷课。然后很多人为了避免罚站的东西，就直接真的就旷课，你就是直接在第一节课才到学校。跳鱼变体操，太舒服了吧，太幸福了吧，太舒服。哎、欸，如果主线早点到的话，我是可以抓螃蟹的都。那这样我的螃蟹就不会那么缺。大太阳下跳半小时体操呢，还好吧？
如果以15、16年前的大太阳，应该是还好吧。而且我当时是蛮喜欢运动的，也没说现在不喜欢运动啊，是当时是可以在大太阳底下玩打篮球、打羽球打很久的人。这次哪里啊？我好像有来过这边但是我好像又没印象了哎呀，被咬到啦！哎呦，乖。我有大太阳底下跳健康操没毛病啊，这样才能展现你们青春活力啊，丽恩同学，这样才有你们青春活力的表现。现在变宅了没有啊？今天我讲真的，今天有一个人找我出去打羽毛球，我也会去打，但就是没有啊。反正现在待在家里，沐浴在太阳下面。怎么沐浴在太阳下面？我家现在是隔水加热，好吗？走啊，你来啊！你现在他妈给我过来啊！你来啊！如果班级要揪我嘞，好，叫他现在过来。然后就拿电蚊拍打他。哦，我这边有印象了。这个是什么卤水的？你同学直接骂我靠北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骂你？为什么要骂人？没有啊，他当羽毛球啊，啊我拿球拍啊，啊我刚刚没有讲完嘛，我是说今天有人接我出去打羽毛球。啊，重点是那个人要穿羽毛球装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对吧？哦，想起来啦，这个是有一个小鱼人被一个人打那个什么，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，他讲了一大堆。我最后决定请假，所以你今天不用上课咯。哇，你很坏哦，难怪被骂。因为我等他全部打完我才会，如果是别人我就不会正常运动了啊。如果是别人的话是不是就正常运动了？嗯，没有啊，他一样当羽。如果安妮要找我打的话，啊，他也可以当羽毛球啊，对不对？只是他可能会回我，我不要啊，对不对？他只会回我，我不要，有病吗？可以找冬天找他打羽毛球啦，这样比较暖。夏天先不要。你也不忍心打，我没有说要打他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我怎么都打不到这个羽毛球啊？啊，奇怪了，我打不到啊，原来我打羽毛球那么烂啊，这样。
我可以在旁边擦拭羽毛球啊。我侄子昨天很好笑，他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在哭嘛，然后就哭着哭着，他在门口哭，一直对着门口哭，然后就在旁边说：“好了啦！”哎，还越哭越大声。于是我讲了一句，讲两个字：“舅舅。”他会回头：“舅舅，舅舅。”我说：“去玩车车。”然后他很开心的去玩车车。什么是车车嘞？就是他把。他把那个长比较长的枕头嘛，感觉像抱枕的那种枕头，他拿来就是坐在上面，然后他就以为那是车子。正常来讲，正常来说，因为小时候坐枕头会被大人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们现在就是让他们可以坐在枕头上面。可是那个抱枕又是我常在抱着睡觉的枕，我就很不爽，我说不可以哦，然后他就哭着，就是硬要那个抱枕，就是要拿来起，哎，然后我就不爽啦，我就不爽说，哎，那个是我要抱的哎、欸。等一下哦，林洋洋的，好可爱的画面，那下次我拍下来好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外甥女，又会跟我侄子抢那个枕头，他就很想要，很想当那个随车小姐什么之类的。说啊，现在这个我们要去这边啊，然后要走这边，就是要控制那个，就是他坐在后面，然后侄子坐前面嘛。照理说应该要往前，结果他就踩着不让他移动，他就踩着不让他移动，然后滴滴就会尖叫，因为他姐姐不让他走嘛。然后迪迪就尖叫，那应该也不是尖叫，就是嘶吼的叫，然后导致他们又吵起来了，不，导致迪迪就一直哭嘛，哭到又很吵。我说又干嘛又干嘛又干嘛了，然后他说什么迪迪乱开车，那边很危险什么之类的。我靠，就一个地板，就个地板而已，你知道危险去哪边？啊，死掉了。对吧、啊？啊，那个妹妹每次都是啊，姐姐啦，姐姐每次都是控制着迪迪在玩。她明明手上有两个玩具了，一左一右，好，左手一个玩具，右手一个玩具嘛。我说姐姐，然后就会觉得说迪迪拿了太多玩具，因为迪迪也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觉得什么都是她的。那就跟迪迪抢，怎么有我的味道哦？那个都是他们屁股的味道，恶心死了！啊，当安妮来，我就说：“哎，安妮，我们来玩车车，你坐在这个枕头上面。”哇，天啊！里面有一只大家伙，我来了。你而已哦，我不要。奇怪，你这个贴图顺序应该不对吧？还是哎、欸，想想你这贴图的顺序好像又对。我觉得你第二张贴图是多余的啦，第一张那个想嘛，第二张就那个脸，
啊，第三张就是哎呦，舌头吐出来，顺序应该这样就好了。我觉得你第二张贴图顺序是多余的。你看，都是你第二张贴图，那个顺序怪怪的，还有想说怎么搭不起来。那还有六代生呐、啊，这只旗黄黄的，我要打喷嚏了。哎呦喂啊！保重，有啦有啦，我不会怎样的，好不好？还没见到安妮之前，我是健健康康的孩子。这样讲又不好、啊，如果说见完之后就会乱来，那安妮就是永远不跟我见面。不行哎、欸，见到安妮之后要更健康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请不到。鱼过来，鱼，好大的鱼！哦，这个姿势啊，完美，完美啊！检查尿尿的地方，看我在摸它。不，这姿势啊，这角度，哎呦！我刚骑脚踏车没回复，刚我想讲一句话，什么？哪里开始？是侄子的话题，还是侄女的话题，还是安妮的话题？你侄女很有前途，哪一个啊？哪一种前途？抢男人吗？抢闺蜜的男朋友的前途吗？之后男后宫之问题，他何止有前途，他整个很欠打哎，亮亮，来一发，亮亮起的金短线啊，那个，他哦，他有的东西他不懂得珍惜，他只会觉得说他没有东西他才要珍惜。没有啊，他明明就有一样的玩具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啊，我没有这只哦。白痴啊，掉了，接错枪。没有，他就是很正常嘛，就是小孩子，他什么都要，然后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又是他的，很正常嘛。跟小孩子说什么玩具是要一起玩，然后是要懂得分享什么之类的，讲是这样讲啊，但是后面就很明显看得出来，就是自私就展现在小孩子面前嘛。还有说什么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，就最好笑的是什么昨天我一直在楼下睡觉，然后我刚刚是说外甥啊，都外甥跟外甥女，然后现在来到我侄女了。我侄女的故事勒，她哎死掉了。我侄女的故事更好笑，我觉得最会说谎就是我侄女了。她因为她在写作业，她在写作业啊，然后突然就是我家人问她说，
为什么你作业写成这样子？就是他好像没带橡皮擦，没带橡皮擦，所以他是用手指把那个错字给涂掉，涂那个把纸涂破了。然后我家人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弄？”他既然说谎，说是那个外甥涂掉的。重点是我外甥跟他姐姐是六点离开我们家的，然后我侄女是6:30才开始写作业的。他说是滴滴把那个纸弄破的，他直接说谎哦。然后后来我就说，因为我在楼下睡觉啊，我家人竟然没看到我，我就说，哎，不要说谎哦，我一直都在这边哦。你是在滴滴走了之后才开始写作业的哦。然后我家人就说，谁教你说谎的？你就好好说你没带橡皮擦，你突破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说谎？就讲一大堆。然后整个谎言被戳破之后，就是很无奈，他们觉得说我们都在欺负他。哎，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觉得，哎，靠腰，看谁手黑黑的就好了。哎，对耶，没有，昨天是太累了，我一到家，我真的是，我直接跟他们说，今天可以不要吵嘛，九九快死掉了，我就说九九快死掉了，不要，我外甥，我外甥女，我侄女应该，我跟他讲，我贝贝，我说今天不要吵，贝贝要死掉了，我这样讲。啊，还在那边说谎。我觉得他们那时候讲一个谎话，讲到我最不爽的是，那个就是关小朋友，不是会有个很像那个一个容也不容器，就是一个空间嘛。啊，里面可能可以装球池啊，装一些玩具的。结果那时候上面的那个不锈钢，我应该有讲过吧？就不锈钢被我的外甥女跟侄女给弄破了，然后他们竟然嫁祸给一个还不到一岁的小朋友，不到一岁的小朋友哪有力气爬在杆子上，而且体重根本就不可能啊。他们两个哦，狼狈为奸，直接跟我们串通好，就是说是滴滴弄坏的。哎，这个故事跟我讲嘞，靠腰，什么意思？小时候必做的事情，做什么？说谎吗？不是，重点是我那时候就直接说，我那时候也有想要，就是找他们一对一约谈嘛，就可能我今天跟侄女约谈，然后我就直接骗，我也说谎，我就说。可是刚刚姐姐说是你弄坏的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这样导致就说没有，其实是他弄坏的，这样子就掉出来说是谁弄坏的，对不对？最喜欢就是一对一约谈，然后其实也没有谈什么，然后下一秒就说好，他说是你弄坏的，然后就这样子直接把人家啊抖出来。有没有老师就最喜欢这样子了，然后那种最皮的学生，然后就会说，可是他刚刚说是你弄坏的，哎。然后说哪有，是他先弄坏的，我才上去的啊，这样子这个最刺激了，没错，我应该要这样做的，哎，可惜了。有没有这个东西最好玩了？啊，这个叫家人杀啊，找出谁是凶手。哎，不是，你要想一下哦，一个不锈钢的东西。一个体重根本不到几公斤、十公斤的小弟弟，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力气可以撑。哎，那个不锈钢的东西啊，坏掉的高度在弟弟的头之上。哎，你看他又不是从小就是健身教练，他是会举那个吗？举杠杆举过头的那种人吗？不可能啊！直接说是弟弟做坏的，我想说弟弟做坏了，怎么可能？对付小朋友说谎就是一对一，对吧？以后我那时候跟我家人说啊，我说
反正他们下次说谎，我们就是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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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啊，不要一起问，因为他们会两个都不讲话，然后同时就是比说滴滴弄坏的。那之后就是好，滴滴弄坏是不是？那好，我就一对一来谈啊。早安，寿司店师傅，阿鬼早。啊，你没玩泰拉瑞亚了？昨天看你没玩了。还是你有玩，我太晚回家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是觉得你好多没有体验到哦，好可惜哦。你下次开个跟李光玩的伺服器就好了，其他人不能进来啊，就只有李光跟你，这样我觉得你才能体验到这游戏的乐趣。今天会玩真假？对啊，其实你，我跟你讲。正常来讲，真的一个纯新手，你到地狱打完肉墙的时候啊，你的时间大概需要三天到四天以上。你一天玩八小时，你大概三天四天，你才有可能从地狱毕业。而且我最近在带他们新手玩啊，有一个是有在做功课啊，都有拼命在做功课，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些什么东西，他说哦，我看文章有，我看维基有这样子，哎呦。所以那时候教他教得很快，怎么很头疼？我杀人的，跟你讲。你没看到我那天在你的聊天室都说，其他人去哪边？我建议带着你去走嘛。啊，我的 OK 蹦掉了，我的脚，我的 OK 蹦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有说，去哪边都要带着你会比较好？或是，应该说，他们不该各自行动的，他们，哎呀呀呀呀，他们应该要带着你或跟在你身边的，对吧？你看，其实他们，因为，主要是因为玩那个啦，经典模式就是。它有分经典、专家跟大师嘛？因为经典模式的话很好，很好过，就是你只要人够多 ，BOSS 都跟小怪一样烂。那专家模式跟大师模式是你人越多 ，BOSS 的血量会越厚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偷懒摸鱼。那在你们那个可爱的阿紫，他一直穿坏坏的衣服啊，我是不知道他到底穿什么啦，但是看他召唤物，他应该是直接。全身都是比较毕业的装备在玩啊，他作弊也不能这样讲啊，因为其实对很多人来说，重玩一款游戏是蛮舍不得或蛮不想要的，因为看怪打他都一滴一滴，然后他身上带的七只九只的召唤物，好，然后。因为那时候，什么，你只会突然看到什么 BOSS 突然出现呐、啊，不然就是，一个事件突然又出现呐、啊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对吧、啊？因为那是因为他们跑去复发到这个功能，然后你什么都没有玩到。我已经把它说，你看哦，我比如讲一下好了，史莱姆 BOSS 的触发条件嘛，是天空会下史莱姆雨。然后打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会升嘛，这个东西是它触发的条件。那在哥布林入侵这个东西是你要去打那个脑袋前，把心脏敲掉一颗，那每天才有那个哥布林入侵。虽然这些入侵跟事件都可以手动用啦、啊、但是那时候我都会教说是正常流程会怎样怎样，啊真的遇不到的话才可以这样。本大师会期待那冰冷心脏重新得到这种拜拜啾。对，就是正常流程都是这样。哇！会下史莱姆雨，我只听到以及击杀哦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就是那时候是每天你都有个几率。会，应该说每天都会有个机，那个有个事件，
然后它跟骰子一样，就是可能你有什么九分之一会出一个事件这样子。那个事件就是史莱姆鱼这个事件，就是你每天都有一个几率会有这个事件，然后你只要击杀过后，击杀一定是这个，在这个史莱姆鱼的事件期间，你击杀到一定的数量后，就会下那个就会升 boss 这样子。那如果真的等不到这个事件的话，你其实可以用就是黄金跟红宝石去噩梦祭坛，就是那个你那个是红红的地啊，血腥之地，就是去地底找一个很像祭坛的东西，就它会发光一个盒，一个很像箱子的石头，它是猩红祭坛，然后你去那边做，那边都可以做 boss 召唤的东西，然后你做了之后啊，我等一下开给你看，你做了之后就可以手动召唤史莱姆王，所以。那个游戏就是你打完一个 boss 之后，你可以重复打，就是你要那个东西的材料。等一下，然后当时会建议玩专家模式以上，是因为boss 都会个别掉个人专属的袋子，就不用一直个 boss 重复刷。比如说你们要刷眼球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眼球的掉的东西就只有一样。啊，如果你玩专家模式以上的话，他会给玩家专属的个人袋子，你就可以开，就是坚持五个人在玩，你就有五倍的材料，而不像玩那个一般模式，一般模式打完就只有一个人的材料。找出大白鲨。农作物长大了，农场寻找漩涡吧。哇，古雷在搞，没有古雷他是说他很多，其实他不是说他很多，其实都忘记了。好喂，商店要再扩大吗？啊，不行了哦。我总觉得最近这边都在下雨啊，我根本就没有浇到什么水。但眼睛跟史莱姆价值太多次，打到忘记了。没有，很正常啦。那个史莱姆就是拿来欺负的，史莱姆太好打。还是我先关掉一下，我开给你看哦。确认，来，我开给你看。不过没打到史莱姆坐骑有点可惜，对啊，所以才需要一直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。然后我开大师模式，开大师模式地图给你看。然后，当你们过了一次之后，应该都是过几天，过几个月才会回来玩第二次，不然。很多人很难戒掉，说后面会飞啊，跑得很快。啊，我是还好啦，我其实有删掉几个档案了。然后 pass 开始。史莱姆坐骑没啥用，很好用。
它往下掉的速度超快、欸，我超喜欢用那个的、欸。看一下哦、喔，然后哎、欸，对，矿物箱在哪？啊，那矿物箱呢？在这，好像十个吧，然后一个红宝石，看一下哦、喔。这个，你们看到这个？这个金冠，这个要用五个就好。然后啊，怎么会是这个？繁星主播的抱枕，我的抱枕，什么我的抱枕啊？来来来来，哎，说到这张地图我就好气，妈的番茄，看一下啊，不是这个，我那时候有留一个特别特别近的那个祭坛，又被我们的番茄啊直接给我敲掉。我跟你讲，没有。那时候有一个超级近的一个祭坛，就是那时候我都会特别留一个比较近的一个类似工作台的东西，然后被我们一个啊这个，我那时候本来有留一个这个超级近的在我们家附近，又被他敲掉。这叫做猩红祭坛，然后你靠近这边呢、啊，哎、欸，那怎么不能做？哎、欸，我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制作啊，要先做皇冠呐、啊，白痴！我看一下哦、喔，看一下，要先做这个啦，金冠啊，先做了这个之后，然后因为这个是那个啦，装备有没有？它是其实装备，然后你要在这个金冠上面镶红宝石上去。有没有就变成这样子，史莱姆皇冠。那这时候才要去猩红祭坛做。哎呀，错误了。对，要敲出三种矿物的祭坛。啊，那个东西你做越多，不，你敲越多，你地图上的那种新的矿才会越多。不要跟我以前一样舍不得敲，结果敲半天一整天都拿不到什么矿物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只要敲一个就好了，各敲一个就好了，又导致我地图上根本找不到。后来去查才知道说，那个要你敲越多，拿到越多。你看，有没有做出史莱姆的这个，就可以召唤了。要敲很多祭坛，应该说你敲掉一个会得到 A 矿物，敲掉第二个是得到 B 矿物。敲掉一个是得到 C 矿物，然后再敲第四个就是 A 矿物，这样轮回。反正你敲第一个是得到一倍嘛，啊，敲第四个就是第一个矿物得到两倍，这样子。对，你敲越多，你得到矿物越多。那再来就是回家召唤给你看啊，然后我有装一个工作坊的，因为我今天无聊在看工作坊。今天工作坊得到的，他的史莱姆是兔子，能把它拿掉。你看这些小史莱姆，蓝色的小史莱姆变兔兔了，有看到吗？什么？小兔兔？哦，兔兔史莱姆没有，我只装这个影响外观的啦，没有装那种 OP 影响能力的。然后啊，对，我这个城镇史莱姆。再来啊，你有
你有发现我这个金那个奖杯雕像这个东西？这个是大师模式才有的东西。这个，你看，这个大师模式才会有的雕像。那再来这个袋子，这个袋子就是我说专家以上的袋子。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袋子，但是前提是你要有摸过这个 boss， 要有碰过它，你才可以拿到这个东西。你还忍心打他们吗？打，怎样？不能抓起来的都打。我也忍心打你啊，怎样？啊，你看哦。那再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，几倍的血量，几倍的，不不，几倍的材料。你看哦，一打开，我得到了，你看，坐骑、钩爪跟哦，专家以上会有专家以上专用的道具，这个。这个戴上去就是史莱姆不会咬你，这个戴上去史莱姆就是跟你是友善生物了。然后就有这个，你看可能今天古雷想要忍者套装，但是这个忍者套装打一次只会掉两件，那可能就是古雷是帽子跟衣服，然后你刚好开到裤子，你会把裤子给古雷，这样子。所以其实他这个是史莱姆坐骑啊。走路端端端的所以我当时建议那些我的干爹们，他们打完一次普通模式之后，我也都建议去玩一次大师以上，直接玩大师模式，不要玩专家了啦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师模式可以拿到小宠物跟坐骑，专家跟大师差别是差在坐骑这个东西。怎么会没有？比如说看一下这个吧，怎么会没有啊？比如这个，你们有打过蜂王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注意钓鱼咯啊！这个是我在里面用的红石科技，看好左上角这个，这只小恐龙哦。看，变成蜜蜂，这个是大师模式才有的东西。它还在底下，没关系啊，那个一样可以做出来。那我记得那个是要蜂针，然后蜂蜜跟蜂巢，还是蜂蜜块的，你就可以做出来了。它一样也可以召唤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大师模式的东西，又多了很多坐骑啦，很多坐骑跟宠物，然后其实血量也比较多一些，但是玩起来真的会比较好啦，体感起来真的比较好玩。你已经想玩了，那你这次真的要规定说不要带一些奇怪装备进来，好好丛林体验真的会比较好。不然你看你大师模式就一两天通关，你下次自己想玩的话，你会发现说怎么跟你们之前玩的不一样啊？不是靠近怪就死掉吗？还是什么那种感觉？你真的丛林？我相信啊，是那个臭阿子啊。不是，你要知道，他那天讲了一句话，让我觉得很奇怪。他说，他后面的那些很像羊的召唤物，攻击只有八。对，攻击只有八，可是他有九只哎。七呀，七只，七乘以八多少？56。那他撞一下伤害就是56滴哎。哦，八乘以九，好，反正你看他讲的这种话，撞下去伤害是八倍还九倍哎，这怎么可以这样子玩？对吧？你还是先经典比较好啦，因为你不然你没有基础，就像你玩麦块好了，你麦块没有基础，我去玩空岛生存，你会不知道怎么升怪塔，怎么盖啊，怪物生的机制怎么来啊，有基础再去玩会比较好。
我最近在看那个泰拉瑞亚的那个空岛生存，导致我有点想回去，我想玩空岛的泰拉瑞亚。空岛泰拉瑞亚，你要对泰拉瑞亚很了解，你才有办法玩。比如你要怎么卡怪啊？啊，怪要多远才会生啊？然后地底要多深才会有什么东西啊？然后 NPC 要在什么环境才会卖东西啊？那种东西，你要对泰拉瑞亚非常了解，你才有办法玩。不然你一个新手去玩泰拉瑞亚的空岛，你会完全卡在。请问好，一个没有鹅卵石的泰拉瑞亚，你要怎么生出鹅卵石？这个就很难了欸。我们还有农场，对吧？你看，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要怎么去啊？叫黄瓜，问问小鱼跟九口，问什么？不是啊，靠腰，那个我也不会啊，我对泰拉也其实没有很了解啊。你这样就只会四个人站在空岛上面发呆，欸，你会看到四个人手足无措的在空岛上面发呆，不知道干什么。好热哦，当变小黄瓜。你本来就在发呆了，对啊，这样子怎么玩？增长肥料。虽然泰拉的空岛跟怪压制也是有差啦，就是你可以控制怪要从哪边来，跟麦块一样。好喂，狙击枪，有了有了。蛋白食管啊，巨烤窑啊，这个要打 boss 欸。黄宝石，哎，夜月难安，钢铁绳索，春蔓的皮，哇，春蔓，黄宝石啊，哪来嘞？黄宝石我地下没看过欸，春蔓。要上班了，好爱查的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堵杀。阿果要开台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要关台了。我点错了，我应该从人鱼岛开始的啊。你好小只哦，你是什么？哦，九子，不九子，九代子。你说啥？你继续开？没有啊，我想关台，我想看新手玩泰拉瑞亚。我很喜欢看新手去玩游戏耶，像玩萨尔达也是啊，看新手玩萨尔达啊，最快乐的一个时候。所以我能知道为什么安妮喜欢看我，对，是看我，不是看我玩游戏哦，是看我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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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你去死！啊，带回家卖掉。
按我做寿司，那个什么，我跟你讲，泰拉瑞亚的东西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很多。它有很多，我看我连现在又回去玩，解除它新增的一些东西，它有很多旧的东西，我又是最近才知道的。没有，那时候泰阿瑞亚他在更新专家模式之后，其实他没有要更新了。他是之后多了跟一个什么守塔防合作的，又更新了一次。那塔防合作后，又是跟那个 Don't Star Together 合作。那时候也是说最后一次更新了，啊，结果又更新了 1.4。天哪！所以我才那时候说，赶快啦，泰阿瑞亚真的是一个你买的。性价比会比麦块其实还要高的游戏，所以那时候才有很多人说什么，既然有人没玩过泰拉瑞亚，那感觉就像现在还是很多人说，都已经2023年了，竟然有人没玩过麦块。对不对？你看，不然他怎么会是在 Steam 上面销售第一，然后排名又第一的游戏？有他的原因啊。啊，有些人会觉得说啊，就跟麦块很像啊，其实他比麦块多还要更多的东西。那主要是因为很多人看不懂泰拉瑞亚在玩什么，就比如好光遇也是好了，你没有去摸它，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其实市场还是行，那不是行情啊。市场那些有多大？它比麦块和平多了。你看麦块要装模组才有 boss 啊，这个没有哎、欸，这个原本就有打怪 boss 的成分在，而且又有职业啊，不很棒吗？何不美哉？还有职业，我总觉得他看不到我啊。鼻子好痒，啊，忘了跑海胆跟馒头，该跑了吧？啊，结束了，哈哈，你去跑海龟吧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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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且，你说泰拉瑞亚还有办法玩下去的另外原因是，他工作坊的那些地图又很多，而且他。像我刚刚不是有开那个兔子史莱姆变兔子吗？它其实还有很多欸，还有像以前啊，好像有个模组叫灾厄模组的，但是后面泰拉瑞亚开放说可以用其他地那个模组之后啊，我那时候看到一个也蛮帅的，想一下哦，解除什么东西都可以合出来。欸，我想找欸，那个什么东西可以合出来是哪一个啊？我蛮好奇的欸，我还想装装看哦、喔。这样缺什么材料，直接打开那个去合就好了。啊，有一个模组是那个，你可以永久圣诞节，或是永久万圣节。啊，这个阿鬼你还没有玩到，就是它里面有分。以前有分节日啊，现在是可以用召唤出来。就是以前你只要在圣诞节或万圣节上线的时候，你可以在你的泰拉瑞亚里面也一起度过圣诞节、万圣节。
你可以打到圣诞节专属的东西，万圣节专属的东西。你可以穿圣诞帽啊，万圣节的南瓜头什么。啊，现在的话是可以手动招啦。哎呦！但我劝你善良哦，我最近鲨鱼肉卖的很多、哦，对吧、啊？它还有节日。哎，这就不得不说，我再等一下再开一次给你看，哈哈。不过它后面手动招会建议在困难模式偏后，已经是偏后期了啦，因为。他那个事件啊，因为他要招的那个事件，他其实在已经偏达伟王之前的难度了，因为他是一整晚都是那个事件，跟血月很像，然后又比血月还要难，真的是鸡掰难哦，真的是瞎鸡巴难哦。叔叔安安，等下去换药了，脚痛痛。还是早天找个利诺啊来打，来玩泰拉瑞亚。又发现他泰拉瑞亚已经也是老手了。哎，不用你带，不用你带啊！我们利诺主播啊，可是很强的啊。对，他有万圣节的时装，也有吸血鬼，有没有顶尖的？对，就阿鬼最菜。按错了。十二小时体验，对，你现在只是那种手游，有没有手游广告？就是前面要么是很烂，要么是很爽，对不对？有些手游广告不是都很卖笨吗？就是明明右边就是出口，故意点左边啊；明明左边就是神器，故意选右边，让你气到下载的那种套路。那另外一种就是开局直接让你打得很爽，有没有？一开始就是直接咻咻咻，怪全部死光光。老他应该没多久就删了，人就说：“哎、欸，繁星找你玩泰拉瑞亚，你要吗？”这样子啊，繁星哦，过气了，还要跟他玩啊？哈哈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如果送他游戏的话，还有可能。哎、欸，那不然我去加他好友看看，又发现加好友他就玩，根本不用送游戏，直接加好友。他没钱买，那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嘞，加他好友，没有啦。那我加他好友看看好了。多好的爱在中午嘞，在啊，不是中午啦，月中，在啊，怎么不在？我找他玩游戏，基本都是我送的啊。阿古嘞，要不要找我玩那种很贵的游戏，比如那个《遗迹二》啊什么的？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
真的要玩，我也有，我也可以买啊。古雷想玩遗迹，你也是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古雷，我们刚好三个人，加你刚好三个人，我们可以玩遗迹二哦。没有啊，其实那个番茄他也想玩遗迹二啊，我只跟他讲说，那个先缓缓呐，搞不好到后面，你看现在开遗迹二的人其实不多了，就是。要么大家浓太快了，已经浓的差不多了啊，要么就是其实一开始只赶热度而已，就是有些人是看到哦有实况组玩呢，那应该是很好玩。什么？人生 online 不贵嘛？对吧、啊？就是有些是比如现在都是前排大咖在实况，然后跟着实况这样子。啾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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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伤害我！完了，我麻了，我人都麻了。我月薪10000要活到9月，没有、啊、我，没有、啊、我说真的要玩也不会让你们出钱啊。搞不好我已经有了、啊，游戏。像其实之前不是玩恐龙那款游戏吗？我不是蹭热度，我是真的有兴趣。但是很多是蹭热度的，让我觉得很难受。就像我看动画，我也是都是很爱乱搞怪的，就是怎么讲，大家不爱看的东西我偏爱去看。当大家喜欢看这东西，我就变得不爱看。就像我鬼灭好了，我其实漫画很早很早前就看完，应该说漫画还没完结前就已经在看。它、啊、是出了动画之后，导致就一大堆人跟着喊，我就觉得不怎么爱看。怎么灭什么咒？对啊，哎，不要、哦、不要、哦、不要，霸气。还有聚什么人也是啊，我其实聚什么人的时候，动画说到动画化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不怎么爱看。哎，后面不看原因也是因为他后面都是在讲故事跟政治的东西，我就也不爱看，对吧、啊？就哎，没有，虽然歌很好听啊，歌是会听啊，就觉得。不想跟那些死小孩同流合污反正有推荐的动画吗？我吗？我其实本来那时候觉得超那个《僵尸100》蛮好看的，但到后面我觉得第二集哦，我第二集我就没看了，原因就是因为，没错，又是一大堆人捧红的游捧红的动画。一开始那个谁，像艾扎那时候也问说，哎、欸，最近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只说最近我是有看到一个叫做《僵尸100》的，然后后面怎么又没继续推了？就是。我那时候只是说我看有看到，但是我没有看，因为那时候 FB 就一大堆说什么什么又是神作什么的啊，好，又是一个不能看的，也不是说不推啦，只是我不会去看啦，因为怎么讲，如果今天是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品味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可能喜欢吃酸、吃辣、吃咸的。可是我就不喜欢吃辣啊，你们推荐的都是好吃的辣的东西，那我当然是会说哦，你可以去试试看这一家，
啊，但是我没有吃过，我不知道，这样也不是性格反骨啦。你看，今天我本来是喜欢吃麦当劳的，但是太多人喜欢吃麦当劳，导致麦当劳就说：“哦，大家都爱吃啊，我是不是该涨价了啊？”你看，我本来很喜欢吃大薯的，就现在大薯一个好贵哦，导致我就不吃了。不是我不爱啊，是我没办法选择它。带走。哦，眼睛好痒哦。其实大薯跟中薯分量一样，没有再多一点点啊。所以，但是我又克制不住，还是会点大薯。你懂吗？你懂吗？我就是这么好骗，我很好骗。只需要一滴眼泪，这样唱吗？我懂，我懂，就跟喜欢大叔，对啊，因为我会，对啊，这就是晕船嘛。明明知道就是一样，就是不可以，但是还是会想要去付出，这就是你情我愿的意思。哎呀，愿打愿挨。可是为什么他把中杯饮大杯饮料改成只有中杯啦？欸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欸，导致后面不是有说大可不必吗？就是大可乐啊，没有要雪碧，大可不必。现在已经没有大可不必了，现在变中可不必了。我很讨厌。又爱开开开。咻！咻！你只能再一枪哦，你想清楚哦，你是要死着回去还是睡着回去 ？D W， 哎，欸，你这个不听话的，完蛋了，三十二星，又跟氪金，氪金这东西是氪下去就完蛋了。对吧？今天爱一个人放不下手，就是因为你有付出，你已经付出了一些些，他后面也会继续付出嘛，导致就是一直付下去，手放不下。哎呦呀，屌屁啊，去死啊！他想要活着回去，不，他死了，就只是看你死掉是要活，你死的样子要死的啊，你要你的伤痕要多还是少？徐安安，卖东西，卖东西。我眼睛好痒哦。完了，需要找个妹子来帮我揉眼睛了。没啦，有时付出太多对方不会，那这就跟氪金一样了，这个东西叫做有爱了，有没有？今天靠腰，你在暗示我吗？我已经跟你讲了，我们不可能了，我已经说过我们不可能了，我没有讲，懂吗？你在那边跟我讲说付出对方太多不领情，你是在跟我讲说你很累是不是？又说我们不可能了啊！你到底要付出什么啊？我暗示你什么？你自己讲的啊！你付出什么？你很累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不可能了。半兽。哇哇，好多藤可以买。我最多的啊，不能卖鱼是不是？哎，我很多鱼可以卖。只有量海星红矿，这我矿会这么少啊？啊，这个蛮，这反而好。
你有恋爱史好吗？我知道啊，但我不想听啊，我不想听。请问这拿枪对着我是什么意思？好喂，2000块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钱也太难赚了吧！看看哟。啊，怎么中？哦哦哦！哦，中一下。你愿意为了繁星付出？不能这样哎、欸！不要到时候付出得不到回报，而翻脸哎、欸！嗯，我没了，我还想接委托哎、欸。我是说公布栏啊，不是画画、啊。我到现在板子还没装上去、欸，重灌到现在，我的绘图板都还没有装上去。懂吗？不要那么傻，不要那么傻，女人。买球精啊，还是不要买好了，不然好贵哦、喔。Oh my！ 就还买了。你不是一直想换什么绘图板吗？我是想买荧幕绘图板啊。爱李冠安安，因为主要是我现在 SAI 它，我的调色盘的东西全部不见，我的笔刷全部也都要重安。唉，然后我那时候画画又其实又不留档，听版权歌又不留档，其实比较难找到最近的。笔刷跟绘图的东西。哎，李光，改天阿鬼要玩专家大师模式，好好陪他玩哎、欸。他真的没有体验到泰拉瑞亚的精髓，好好带他。李光都醒了，你还没睡？啊，我们可以读嘛，冲啊！不要、哦，不要！哇，阿鬼没了。他已经在玩了，没有他现在是开普通啊。他说他想等那个玩完再玩。常规赛。海马加油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120块。我可以再跑吗？还有钱赚吗？团体赛，疯了吧？哦，只能赢一次哦。啊，那怎么赚钱？找珍珠100块，还眼睛不能闭了。哎、欸，哪里啦？靠腰！哪里呀、啊？你有看到吗？好像是这个，但是。他突然一个，这怎么玩？变钱啊！你猜右下，你是猜哦？啊！啊！我走不走啊？哎、欸，这好，好完了，利恩，我觉得这可以开赌盘哎！天哪、啊！
再一次我看看，完了，我先赌十块钱好了，我少一百块。再一次哦，好，一百块哦，来再一次，大家一起帮我啊！屁啦，最后怎么可能啦、啊？好像是左上欸，很难欸，左下左下，好，现在左下两票啊，右下两票，右上，你没看错的话啊，怎么办？选谁都觉得很对，你看选错又说你看吧，这样子左上加一右上，哈哈哈！哎呦，不是他最后也太难了吧？我看一下总共有谁哦，来把你们的答案打出来，来把你们答案打出来，我们来说，我来挑那个种子，好吧？选错，选错也不要抱怨了，好不好？这太难了，这个才能开赌盘吧？这个下次开赌盘啊，左下一票，左下两票，右上一票，右上右下一票，右上两票，右下两票，左下好，左下三票好。啊！我看一下左上是谁哦。欸、完全没人左上欸，敢骗钱啦、啊、我的钱、欸、左上是我哦，靠、你们这些人啊，十块钱搞不好十块比较简单，有没有？十块也太简单了吧！怎么差那么多啦？白痴，怎么会差那么多？这怎么太开？这开不了赌盘啊！这个赌盘，这个赌盘是一百块哎，这赌一次一百块哎，很恐怖哎、欸。何人而玩？鲨鱼游戏，请暂时记住鲨鱼的蛀牙，在一到三中选择一个数字后，先碰到的算输。怎么玩？其实我没玩过这个哎、欸，记三个牙齿。哦。哎、欸，这个。这个其实先出手比较啊，我选错了，白痴哦、喔！对，这个要先出手的，我刚刚没有算好，白痴！我感觉我会输哎、欸。看哦、喔，看一下哦、喔，一二三，完了。这个要先出手的才会赢欸，啊，我刚刚没有看到、哦。欸，输了，欸，欸，好像是赢了，是不是？欸，是哪一颗？我要选几？我忘记是哪一颗了，是不是按一就赢了？是不是二会爆啊？我忘记哪颗了，哈哈，怎么办？我记得是第二颗会爆欸。忘了，好吧，来啦，完蛋了！好了，死了，我的十块钱没了。啊，忘记是哪一颗没看了啊！
断一根手指而已。应该赌个100吧。那我来来来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我从哪开始按啊？123123123123，12。哎，感谢新注的揪团，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在赌博，我等下打指令。哎，所以我要怎么算啊？我要算一开始，对不对？你去睡了，好，晚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。我要先按几啊？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我忘记这游戏攻略怎么赢了、欸。哎，靠腰。进驻早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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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。好像是三吧？看一下哦。感谢 Sora 22314的，好吧，初见。二，等一下，靠，他点二，我是他点一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赢啦！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游戏它的攻略其实就是你要算准，就是你从要爆的那一颗的前三颗开始算。它如果点一，你就要点二啊；它如果点三，怎么？就是它其实有个正确的玩法，可是这个太累了。对他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要比第一个人先出手就赢了，但是你要记得那个顺序跟位置。不行啦，珍珠太难了啦，这游戏好痛苦吧。好吧，我要打指令。哎，都是我们藤堂信助的啊！感谢揪团。啊，被骗了200块走，好亏好亏。现在嘞，现在先回家，还是我们去这边挖矿？神兽门神社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啊，今天有什么那个什么厨艺大赛哦？动画我推《公主与兽王》，真的好看。当季开播，我没听过听都没听过。啊，我连派对卡孔明都没看完，我只看到他们那时候要去那个要去找赤兔的那一段而已。我孔明只看到要去找赤兔就没了。咚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哦，
今天有 VIP。我推给每个人都说没听过，这部太悲哀了。哎，真的哦，抱歉呢。无意大师，刚开始剧情啊，应该不用看啊，不用玩啊。要玩哦，准备好要求的材料啊！要玩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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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然后嘞，来处理洋葱吧，来。玩了节奏游戏，A S A， 哎呀，按住啊，完了。操，他这游戏也太好玩了吧，可恶。将鱼肉裹上粉，怎么裹？左键转圈圈。哦，要慢慢滚哦。左键、右键、左键转圈圈。不是你转，你转的也太慢了吧？转快点，转快点。好像快不行哎。完了，要六个！我的天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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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来炸鱼！这跟一二 Switch 不是一样吗？太快了！冲啊，脚啊！还是改天我们来玩一二 Switch。我最喜欢玩那个了，那个颜色的，对颜色的那个。噔噔噔噔噔！我做起来的也太难吃了吧！你要玩哦？没有，结果我都只玩那个色彩猎人，玩色彩猎人的一二 Switch， 然后就看谁的那个搞到最后就是谁的那个谁的范本最猛。看起来就很难吃，想骗我？你们就看起来很难吃。就都拍色票，不行啊，不能拍荧幕啊，有规就是规定不要拍荧幕。我就看谁的那个，谁存的范本最猛。吼了一下，喉咙好痛。
哎呦，又有灵感了，是不是？研究，干式巨蟹，小黄瓜。谁最缤纷谁赢？我刚刚也没到很缤纷欸，恶心死了。那款只有 Switch 能玩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那款是有 Switch 的人才能开，然后再来是有手机的人就能玩，很累。但是那款有个弊端就是直播会有延迟，所以有一些需要抢时间的，你们就只能盲猜了。就是可能问你说什么。就是快问快答嘛，先答到人分数最高。但是为大家为了抢第一名，就是狂点圈或叉。比如说啊，今天番茄是喜欢穿女装的吗？对不对？啊，答案是圈，结果大家选叉，就大家都猜错了这样子，就是蛮好蛮白痴的啊。所以玩那个色彩猎人是最公平的啊，就是大家赶快去找颜色，然后没有颜值的牌会比较好。强化料理，外星人超久了，外星人就玩到手很酸啊，那时候在团团那边参加过一次，我举了两分钟的外星人，很累耶。拍卖我觉得拍卖很无聊耶，因为两边要的东西不一样啊。我拍卖是还没赢过啦，然后有些不会玩装作会玩的，我就觉得很难。也不是说他们装作不会，他们会玩不会玩，因为双方要的价格就是不一样，不，分数不一样。对啊，要演啊，但是谁知道他的分数要多少？小黄瓜，五片啊，没了。六袋这个单季小黄瓜啊，靠腰都小黄瓜哎、欸，完蛋了。然后我还是偷冲这一道菜，低价格。等一下下海继续抓这一个不懂就乱加价。有啊，那时候有想远啊，你想玩晚点帮我处理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大家快点，谢谢番茄。没啦，这没关系啦，不是我想玩啊，是我想让观众玩。看一下哦、喔、等一下买个狗啊，确认 ，Max 28刀，确定。然后确认，然后自动供应。让我下单了，什么意思？那款用到举手喊深蹲的，可以选择偷懒吗？他可以选择要不要参加这一次的游戏啊。就是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最好笑是团团开台嘛，碰到外星人那一关，然后红方那时候好像是25-25人，然后红方那一边好像25人参加满了，
然后蓝方这边只有十个人参加，他没人想玩那一个，外星人太累了，累不累不知道，不是你可以坐着玩，但是你手要举起来。我是机敏的老板啊，我只会补进的客人。我忘记是几个啦，反正那时候真的很少人在玩，分不起来，那个太累了，那个太累了。完蛋了，浪费好多哦。下次一半呢，好浪费哦。惨了，以后还是改，也不对，不过一半好了。会了会了会了，会浪费钱了，懂得怎么浪费钱了，复仇时间。哎呦，是不是蓝海团的要来搞我啊？哦不是啊，那个料理比赛。哇、哦、好热哦，几度了几度了，38度了。哎呀，好适合你哦！要下冰河区域了，获得了抵御寒冷的冰河区域全能符，你要进行强化。啊！今天是派对日，请准备好足够的材料，提升营业额吧。动物长大了，看一下。不要动！你不要动！你不要动！完了，要浇水了。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！然后这个布生生长肥料，哎，生长不了，固定生长。看一下，有人说要把堆肥弄起来，再弄产量。好了，哎，好热哦，我可能要先关台了。五雷啊，睡着了。有没有谁的台可以丢？我们再丢去利诺吗？还有谁？有谁？阿鬼啊，等下去欺负新手。好了，阿鬼别低台了，等下丢过去了。
不会生欸，他们不会生小孩了欸。已经热起来了，对啊，39了，不是昨天，昨天我在跟小鱼，他在啊，直接讲名字，在跟小鱼在逛淡水的时候，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是我的电脑会被爆。哎，我的电脑，我很担心欸。我只担心我的电脑会不会爆炸，完全不担心它会不会热死。哈，要去阿鬼那里哦，不然你有哪里要推？来啊，妹妹，你推。你找一个台，我丢过去，好不好？那就看你跟阿鬼之间的情谊了。不要去阿鬼那边，好，那我们不要去。我们改地方，我们改地方。他要去哪里，好不好？你关台后帮我看一下那一款日币多少。你健身后跟我说，还是我自己买，这样就不用看了。小烂。对，小黄瓜可以直接买吧？有多少？哎，200块三个，那其实不亏耶。明天再来买。我去那个还没有可以啊。好热哦！我只想臭阿鬼。你是臭阿鬼还是臭阿鬼啊？哎，就是今天欸，还是我们把今天过完。为什么好热？你要再看一次吗？来哦，这个其实我不用拍啦，这个其实就是现在的温度啦，其实应该也不用再特别拍了。等一下哦。我先确认一下，等一下图片丢错张，我被编台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温度真的一模一样，来来来来来，李光，哎没有哎，不一样哎，这个是前几天7点的温度，然后属性我看一下哦，然后这个是虽然这张照片不是啦，但是这个是现在的温度，这个是目前现在的温度了。我想说一模一样，我就不用拍了。丢腹肌照，腹肌照没了，腹肌照在手机里面，电脑里面没有了。你传承我的意志，什么意志？看一下哦，潜水服最深。他是笃定我就是有这么多钱吗？都被他发现我有这么多钱了，好没隐私哦，好色哦，加个血量吧，好色哦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。阿鬼说要帮你开台，哇！你知道他不是讲讲的吗？他是认真的哎、欸。阿鬼他做事都很认真哎、欸，啊，对于李光妹妹的要求，对不对？阿鬼都是认真的。哎、欸，新的海马哎、欸，骗子被骗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在看聊天室。可以可以，我很快乐当幕后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当幕后人员啊，按陪玩陪聊就好了，没有开台压力，不用剪片，太棒了啦！
又说要关台嘞，不行，我怕我下次开台忘记今天要来捕鱼。我猜，你给我去开台，我丢你那边。你给我开台，我丢你那边。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我才要开台耶，啊，对不对？丢丢，我才要开台，对吧？哦，我懂了，李光啊，好扯哦，想开台要说耶。等一下哦。啊！有人赖我啦！等一下，不是赖我，有人 DC 敲我啦！我刚起床，你要关台了吗？还没啊！你没看我还在守吗？我现在右脚受伤啦！一凡安安，你以为你卡了，没事，还有更多以为的。你还好吗？还好啊，就是逛淡水逛到脚受伤，应该是鞋子问题啦。淡水人逛淡水逛到脚受伤，哎，淡水好久没去台北玩，这样要来吗？嗯，爆浆猪排是什么？那种捡不起来，完了，我好像会热死在楼上。啊，捡子弹，没人可以阻止我捡子弹。淡水老街很有名欸，不是，你要知道，身为一个淡水人，不一定会逛淡水，好吗？我想来淡水的人，我都会叫他们带我逛，他们搞不好比我更熟啊。跟我宜兰的木头一样一样，不是你那天最好笑，不是在聊宜兰的东西，就根本没有这，你根本没听过这东西，不是吗？怎么跟我英哥不熟英哥一样？我不想知道，我不是很想知道啊。不是哦，你要知道，
通常住在这个区域，一定都是向往更外面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怎么会去？也不是这样讲啊，有些人反而是很推广自己的家乡啊，像可能台南就是都推广美食嘛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家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这个是会啊。只是我淡水真的，你来吃阿给，来吃鱼丸啊，我就没什么好推的了、欸。而且不一定我喜欢吃的口味你们喜欢吃啊。所以你跑来台中了，什么意思？你说向往外面吗？因为我讲一下哦、喔，之前很多人推的一间阿给，可是我真的实际去吃，我觉得它味道好淡哦、喔，而且没有什么味道。我想说，这种东西你推给那个游客们来吃，我想说，可是我觉得这间很没味道哎、欸，因为那时候很早之前有一个人是说，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什么阿给在哪吗？哦，我说。好像知道欸，我是说好像。他说你怎么可以好像？你不是淡水人啊？我说不是啊，啊，我为什么没印象？就是我觉得可能不好吃啊，因为我是根本没去吃过。那吃了之后我就觉得，哦，我下次不会再来。那到时候要干嘛？还想说要你带路？不可以要我带路，要你们。要你们带，不可以我带。你们有特别想逛哪边吗？因为淡水没有地方可以玩啊，淡水就是来这边买东西跟吃东西的地方啊。唯一比较好玩的可能就是捷运站对面的汤姆熊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上次跟于娜去玩过之后，于娜打那个冰上什么曲球的那个游戏，就是一个桌子嘛，然后双方就是很像打那个冰上曲棍球那个，打到于娜整个跟那个啊附身一样。然后那个球直接飞起来打到我，哎，如果要汤姆熊的话，不要花太多钱哦。我知道有打到你，不止于娜好不好？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忘记谁，然后也是我说我不打，我看他们打，因为我明明站在，哎，我从左边被打到，我站在右边的时候，球飞到一边又打到我，反正我就是站哪边会被打。所以他们那时候每次要打那个球的时候，都会看了我一下，我说我不玩，我不玩，我不玩。汤姆熊不用特地跑，那再就是，有冷气吹，不止有冷气吹，还有洗衣机可以玩。哦，我想一下哦，那栋大楼有汤姆熊，有藏寿司，有那个什么。西提，还有什么魔法咖喱，还有什么二锅什么、哦、十二锅，还有什么？嗯，还有什么去了？反正就可能老街逛到比较热，可以去那边吹冷气。小困难。
鱼纳是我知道那个鱼纳啦，不是，不同，完全不同，这就不对了。那个鱼纳是那个啦，小粉丝，不是实况组那个鱼纳，好吗？你在讲的是实况组的鱼纳吧？你应该在讲某人的前世吧？是吗？玩新家没冷气吹，有。但是不是在楼上？哦、oh, ，我的小刀不见了！电风扇吹了、欸，没有，电风扇也不够热，不够凉哦。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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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可以丢掉吗？可以弹掉吗？丢弃啊，可以！玩到现在才知道这个可以丢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好热哦！所以现在繁星在电脑房没有冷气，对啊，所以我要去楼下避暑。该装一台了吧？不是装一台的问题，来过我家就知道为什么我装不了冷气。哦，你们现在想象一下，就是那种工厂的铁皮屋啊，为什么不装冷气？可以理解吗？就是空间偏比较大，然后又都是铁皮啊。对啊，我家是铁皮屋啦，空间比较大，然后又是铁皮。要装的那种冷气会比较大台，而且要有隔热墙还是什么，对吧、啊？所以也有跟家人干过这件事情。哦，那时候不装，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家之前是这边是政府想要征收的土地之一，就是之前。就是要把马路拓宽啊，要把一些东西弄，就可能怕政府征收土地之后，然后那些隔热的东西就白装了。结果讲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五年了，还是没有征收。阿伟那时候也说，反正你们就先帮我装隔热墙还是什么，装冷气，那这样我会比较好工作什么的。啊，结果咧，结果不鸟我。对啊，而且其实玩电脑吹冷气不是要给自己吹，是给电脑吹的啊。这个我也知道啊。结果嘞，啊，过嘞，就电脑也没吹到冷气，直立式的那种呢。我怕这个效果就是会跟你直接把冷气对着室外吹的那种感觉一样。你懂吗？不是很多很好笑的梗图什么的，是什么冷气向外吹吗？啊，我觉得我们家的环境可能就是这样。之前不是很多，就身边的朋友说想来我家挑战看看我家到底有多热。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说好啊，来啊。但其实真的我也不想让他们来我家啊，又破啊，又破又热。不、哦，有兔子窝？什么兔子窝？没有啊。哦，说到兔子窝，我最近我觉得薯条最近好像老，不是最近老啊，薯条已经老了。他最近其实就是脚抓不稳。哎、欸，我最近。有做好准备了，哎，我有点担心哎、欸，担心他离开我之后，哎，因为最近他就是站不，就是脚抓不住，
脚的力道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抓得很稳，然后也飞不太起来了。我好担心哦。五条爱也赔了十几年了哎。哎，怎么没有？怎么没有大的鱼让我抓嘞？咦，怎么这次下来这么顺利嘞？不对呀、啊！我家那只十几年的玄凤上个月刚走。哎，你有养玄凤哦？这个我是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！快满了，快满了，快满了。我家四只猫猫都是老猫了，哎，你看他们也陪了你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了、欸，哎，嗯，早知大鲨鱼就走，我妈养的原本四只玄凤，现在剩一只了。你不觉得玄凤比较乖吗？还会吹口哨，又不会咬人家脚踝。我其实一开始有养玄凤啊，是当时我明明就是我自己要养的，因为那时候它还小，要泡温水嘛，把那个饲料泡软之后喂，就大我家人不知道，直接用热水泡下去，它吃下去整个喉咙灼伤死掉，我真的气死哎、欸！我家有两只玄凤，可是好凶，为什么觉得玄凤很乖巧了哎、欸？玄凤会吹口哨，会唱歌哎、欸！呜！又是死路、啊、什么意思？很爱咬线，没办法啊，鹦鹉啊，鹦鹉就是爱咬啊，你总不能啊生小孩后就抱怨小孩很爱哭吧，一样啊。你爸叫他们军歌，哎、欸，养玄凤就该给他们听豆豆龙的歌啊。不是，那时候最好笑是有一个玄凤是学会了那个赖的声音，赖的那个来电铃声，然后导致他的主人很烦。哆啦 A 梦的歌，对啊，就是要唱那种儿歌什么的啊。我之前看过一个影片，就是玄凤在唱哆啦 A 梦的歌给他的小孩听，爱可爱死了。喂、欸，哎、欸，好了，今天应该只能到这里了，剩下时间啊，白色海马啊，我等一下去渔人村了啊，来去渔人村存一下海马，走走走。
你想，灰鹦鹉学那些来电铃声什么的，应该算都还 OK 啦，好不好？最怕的是鹦鹉学会小孩子的哭声。没听过的，你们可以去搜寻啊，鹦鹉空白小孩子叫，小孩子哭，你们会听到一模模一样样的小孩子哭声，从一个鸟笼里面传出来。不说还以为那个鸟笼里面关的是小孩子哦，很恐怖哦。什么之类的，我现在搜寻一下啊，我先去渔人村，然后搜寻一下，来大家一起听。小孩子的哭声啊，空白，超像的啦！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我们家那时候一模一样的品种，还好没有学会，就送养出去了。那时候我就说，你就不要到时候他学会小孩子在那边哭，结果又就不要养了哦。那还好，我家附近没什么邻居啦。我们家附近没邻居，有邻居啦，不过隔了大概四五栋房子吧。所以知道，我那时候也是说，如果我养一只会讲话的鹦鹉啊，我要让它学会。救命啊！外面有没有人？救命啊！救救我啊！这样子，我要让鹦鹉学会这几句话。救命啊！我变成鹦鹉了，这样子。啊，这就是我那时候说，养鹦鹉啊，要学会让它讲这句话啊。B17水桶腰欸。对吧，很棒吧。救命啊。你看这个主人是不是有病，没办法，有些比较担心鹦鹉飞走失的啊，就是鹦鹉其实智慧很高嘛，他们会自己把鸟笼摇起来飞走啊，有些聪明的主人会用那个就是链子或夹子把鸟笼关起来嘛，但是有些鹦鹉真的是破坏力很强，然后他们是教鹦鹉报地址，就说新北市啊哪里哪里哪里，就会一直讲。啊，这个也很经典。那个 ，What the fuck？ 其实养鹦鹉就真的是养小孩啦，他们的智商就是五六岁啊，所以他们特别聪明，也特别好玩。What the fuck？ 高追，
很显然那只没有。我跟你讲哦，鹦鹉学的时候是有个契机，虽然常说的话，你要讲一下，就是你可能讲一千句里面，其中一句会被鹦鹉学起来，对不对？可能你平时不爱讲的，刚好就是鹦鹉刚好就是好死不死学会那一句，他可能抽签抽到那一句，那你今天常讲的话，就是抽到那句常讲的几率会提高。可是有一个主人，就是他是有一个客人来他们家，结果他把那个客人来他们家那一次学下来，就只有那一次而已，还是学起来了。我觉得不是这样啊。好了，我们要揪团了。再不去的话，死的会是我。看一下哦，我们先看一下菜单。小黄瓜，两个小黄瓜可以做六份，然后五六三十，哎，直接买小黄瓜就好，我种屁呀、啊。三份小黄瓜200块，我买一份可以做，我买两份，两份400块，400块可以做，好赚哦，应该可以这样算吧？你看，我三份小黄瓜是200块，那两份是600块，那我其实卖一份就快赚了，那我干嘛还要种小黄瓜？虽然种子比较便宜，可是。我今天又可以大卖，天哪！我现在在宝可梦唯一一只色为神兽奇拉蒂娜。哎，我的是那个什么克雷瑟利亚啊，在GO里面呢、啊。What the fuck？ 好了，各位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金。今天早上的收看啊，晚上也不知道直播什么了，唉，辛苦啦，有一点，看看啦，有泰拉玩泰拉，没泰拉再说。小黄瓜长大了、欸，怎么那么会长？哇，不用买了哎、欸，天哪 ！What the fuck？ 哎，莉莉晚安，莉恩晚安，旭月晚安，叔叔晚安，冷面晚安，爱查德晚安，青蛙晚安，一凡晚安，一凡一个礼拜后见啊，晚安。然后零零八，尔纳斯晚安，番茄晚安，帕克晚安，早安啊，拜拜啦，讲错了啦，抱歉啦。没错，好好休息。不会啊，你放心，一个礼拜后我的脚就好了。啊，我的 OK 绷怎么掉了？OK 绷掉了。没事，到时候见了。也不用到时候见啦，你这之中有开台还是可以出现的啊。对啦，没要睡啦，去楼下休息而已。下一个要种什么好嘞？你看，小黄瓜200块，然后是买三份吧。然后，哦、好热哦。好，然后结果到时候我们是。三个人，哎、欸，四个人面对面在玩光遇。但你，我知道你退游了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把你扯下来啊！我还是没有把你从好友那边扯下来，你还是永远在我的前三名的位置。啊，事不宜迟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得得得。我可以拿回来玩，现在是朋友在帮我玩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记得你是说你退游了？然后说我那我有看到你 po 文啊，我以为你是再也不玩。
怎么了？刷黑力了吗？没有啦，刷什么黑力？没空刷，没空刷。好，看一下光遇啊。我先去复制别人的频道。啊！差点 ban 了阿鬼，差点把阿鬼给 ban 了。我们去看女装大佬。其实我那时候一看到阿鬼的皮，我就是啊 ，what the fuck！ 怎么是这么香的妹子的皮？怪不得咪姆那么喜欢跟你玩，没有啦。哦，关机了，好热哦。欸，我要把 Switch 拿到楼下去。欸，我昨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是摸 Switch， 好烫啊！现在好多酷东西都不认识了。对啊，其实现在。这一季我真的是完全对地图不熟。欸，哪天我要好好读一下这一季的地图。像昨天说要去拍去瀑布拍拍照片，我整个是不知道怎么拍。欸，这一季有这个啦，黑框眼镜啊。这一季开始就是眼镜啊跟耳机部分的东西是分开，然后头顶的东西也是分开的，对不对？看看看这个小可爱是谁。现在可以这样分的啦，不然以前面具跟眼镜是绑在同一个嘛，他现在就是分开了，然后连鞋子也可以自己穿。你看哦，以前不是裤子就是一搭的嘛。来看，这是鞋子，他可以这样子了。然后这个是面具嘛，面具位置有分眼镜了。你看有些像头饰的东西它是分开装，他现在改成这样子。哎呀，我眼镜嘞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没变，这改动很棒，超棒的啊！我那时候就说，光是我那时候就该很久，我说明明耳机跟头发的地方明明就要分开，你看这是帽子的部分，这是帽子嘛，所以你也可以现在变成这样子。哎，不，哎，鹿角嘞，哦，鹿角是算在耳机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也可以就是帽子跟鹿角。欸，欸，鹿角咧，等一下哦，好像甜点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欸，发型我跳过了吗？鹿角是发型吗？不是吧。不是啊，鹿角不是发型啊，奇怪，哪里？欸，还是我鹿角不见了？嗯，我鹿角不见了。欸，啊，是面具吗？番茄？欸，不对啊。哦，在这啦，对不起，北七哦，吓死我！你看，现在它可以分开用了。番茄骗子，所以他现在可以，虽然不是巫师帽跟发型这个是分开的了吗？妈，骗子！不能是巫师帽矮面跟鹿角，他现在是分开的用了，那还是以前就是了啊？不熟。好了，就是他现在改动改成这样子啦。完了，我外甥起床了，不用睡了。你看，你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李光在这里，然后这个乌咪在这里。你看一下，这边有几个 P 哦，
啊，李光、乌咪，然后摩卡，摩卡，看一下，他已经两季没玩了，他都是第一天毕业的了。灵儿嘛，幽里嘛，然后高高。太荣幸了吧！你看 ，A 堂红月我也没拔掉啊。不过真的太多了，太多都没上线的，我就拔掉了。你是谁？假新手。好了，那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拜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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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忘记打揪团，等一下哦。你给我去挖矿啦，打什么字 ？RAID RAID， 这游戏有没有电脑版？它这个暑假可能会出，它今年会上 PC Steam 上，它 Steam 有出啊，你去搜寻，好，等一下贴给你看好了。它在 Steam 上要出，对，还没有出而已。好啦，大家晚安。反正上到时候上线之后啊，好像会有活动，好像是祭蜡加倍还是什么的。然后有说满多少人加入愿望清单啊，可以让玩家投票说下一次的那个先主要复刻谁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关不了台。